这边篮球找到里面林彦廷上篮得手，是出手。这边林彦廷直接抄到球，给到林彦廷，前面一个一打二的机会，自己上篮得手。给到篮下蔡成刚，后仰的出手没有，林彦廷抢下进攻篮板，抛进两分。其实前面这一波防守，是我认为掌握的可以说是现代篮球，还甚至是学院篮球里面的一个教科书。哇，林彦廷用个人能力一个挑篮得分。 这边有艾哲抄到球，对，这边是突然来了一个措手不及的play，哇！林彦廷双手把球放了进篮网，这球很掩护，但是往往就是在第一拍的时间他没有办法进攻，那第二拍就没办法做串联了。是，那这一点就是在整个主力和替补之间的磨合，衔接看起来的成熟度确实是跟正大比较大落差。